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组白蛇的视频被放大之后截取水印直接被盗用，有小朋友在视频下面问是不是我，我说是的，然后我以为他至少会来主动说明一下情况，结果并没有。在提醒对方之后，对方继续不沟通不解释，并且继续盗用我的视频，最后坐等处理结果。Talking to the moon， 放不下的理由，是不是会担心变成一只野兽？ Walking on the road， 为心跳的节奏，是不是会暂停在世界的尽头？你说不完的话，找不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。声音与形象不符是什么体验？台上的我是这样，这样，还可以这样。而平时跟闺蜜说话，宝宝想你了，想你，呵呵，女人。给你们表演一个踢腿换装。你要抵抗我？嗯，怎么抵抗？人生和电影不同，人生复杂多了。如果你不出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。